什么颜色？你要红色、黑色？就是换成我。啊。你要红还是黑？我们每个人选一个。懂。这个是讲砂糖糖果。我在想着哎，除了这些，这些也可以。不可以。对，就这个嘛。两个懂不了。我直接给你四个。耶。好，我选呢。我选黑色，你选红色嘞。OK。OK。选红色 ，OK， 选红色 ，OK， 我选黑色，我选黑色啊，嗯，好，谢谢 ，Let's go， 谢谢老板，嗯，老板看有多少顺家，来，小心吧，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我飞你好，哎，你还要我拍、啊？没事喝。然后这个呢，喝在乌龙公园喝。没有在车上喝啦，我们买了这个，我们上车喝，去看那味道是怎样的。OK， 等一下我见。OK， 现在我们在车上了啦，现在我们来试喝啦。那个汽水到底是什么口味嘞？超奇啦，是没有喝过。嗯，我刚刚选是黑色。我选的是黑色。我们很好奇，红色喝起来是什么？好，让我开这个。应该不会吧？来，我先试喝这个黑色的。就是试喝。嗯？没有感觉的，跟普通的水没有分别，还是有气泡啊？看啥样子？看样子，这个红色喝起来很顶。哇，嗯，我看这个嘉宾，祝你，祝你，哇，什么味道？很甜，甜的很滑，很甜，很甜，很甜，你今天很甜，很呛哎，很呛啊！哦，你知道没说没有？这个是姜，知道，我知道。哇，真的很甜，很甜。嗯，你喝一点点，有甜味。你喝我的。你喝多多。哎，我是喝这个蓝色的。我是喝这个蓝色。经过这个是气泡了味。哇，这个甜哦，这个。这个好喝哦，甜哦，喝。我们胃结坏了，我们几只胃结坏掉了，是放屁是吗？哎，我们交换，你喝蓝色，我喝红色。哎，那我现在是喝红色。哇，不过这比较喝哦。味道哦。是哦。只有 gas ball 这个是甜，嗯、这个是姜，可是很好喝。这个，那我这个黑色嘞？你喝到，很甜。你看到它，第一口难道是苦？你们看，请问你发生什么事情？哦、What？ 你喝多一点，不是。OK， 我这个朋友在讲，哎，这个是苦啊，我们喝到是甜的啦。我再喝看喝多一点。哟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喝顶泡喝到是甜的哦，你不觉得吗？真的是甜的。没有，到后面就苦哦。没有啊，还是甜。我也喝不出，我没有问题，真的很甜。嗯。是，还是很苦哦。有问题的，还是你的问题。再喝多一点，再喝多一点。
还是甜的呀，还有点甜酸，还有酸，甜酸没有苦，真的酸，甜酸，难道我们的味觉不同啊？我这黑色呢就一定是没有味道了啦。我喝了你那个，是不是我在喝这个，这个就有点难讲啊。苦的哦。嗯，这是痛，你们喝不到的哈，真奇怪啊。这边写苦的柠檬。我是喝到甜呐，我没有喝到苦啦。我喝到跟顶巴一样很甜，很酸，是有点酸，有没有感觉到苦？没有酸哦，只有苦哦。我柠檬味啊，可是没有，没有甜，你喝到很苦。嗯，哇，可能我们味觉不同。你味觉有问题啊？是啊，我们两个没有事情啊。你要不要做给别人，然后问人家就知道答案了。你讲天话，你要是嘴巴就医院这样子啊。我是那外面，我没有玩呢，真的喝到甜了。啊，你要看我这个啦，这个是没味道了，确定。啊，这个是一定没味道了。啊。那、啊、完全。所以我才不选黑色。黑色是我选的嘞。没有，其实黑色是要搭配一些。嗯、啊，是啊，要搭配一些。搭配一些草莓之类的。是啊，是啊。该喝。这样子，单单喝白开水加 gas bottle， 喝白开水加 gas bottle。So OK 啦，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所以我们这个开箱补水啊。哦，这个我接收到。啊。等你们读啊。就拍给我们看。这样子拍啦。OK， 我这样子拍给你们看啦，你们自己去搜索啦。所以你们觉得我这个怎样？嗯。然后我们先给这杯水，味道很呛，很呛，不会，完全没有。然后我们给这杯水一个加分先咯，先蓝色这个，你给几分？一分五分最高？嗯，八分哦。最高五分。三分哦。我也给三分。你呢？对这个水，蓝色的。两分。两分。你们对这个红色的水？四三分。六分。你呢？四分。我也是给三分。像你们觉得这个黑色的嘞？零分。我给他一分啊，很可怜。说那些最多人喜欢喝的就红色的。OK， 红色这个煮给他们看。那红色的很能活啦。红色 OK。真的很能活啦。OK， 我们这个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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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